喺 A 座同埋委任广场嗰条走廊咧，见到侧边近马路咧有好多嘅单车架嘅，分开咧系俾师生专用嘅，有啲系俾外边嘅朋友使用嘅啊。咁亦都好多人咧赞我哋嘅单车架嘅设计咧系好特别嘅啊。咁大家一起去鼓励多啲环保。我哋而家咧就啱啱入咗嚟恒大嘅伟伦广场，咁呢个地方咧亦都系好多好多嘅朋友，特别毕业生咧，毕业之前咧会喺度咧系聚集一齐咧系拍毕业相嘅。恒大亦都设有呢个绿园行动嘅一个捐赠计划，咁咧我哋嘅校友、同事或者系出边朋友咧，可以咧系作一啲嘅捐赠俾大学发展。咁呢一棵细叶榄仁树咧，亦都系我同我太太咧系一齐咧系作少少嘅捐献咧。是支持这个的运动。我现在很悠闲就坐在伟伦广场，很多时候我都跟学生在聊天的。伟伦广场呢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伟伦基金会向大学慷慨的捐助。伟伦呢，当然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就是呢，伟呢就是李国伟博士，伦咧就系利益海伦，即系我哋讲系利夫人，系成立嘅一个嘅基金会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嚟呢个广场游览嘅时候咧，向李博士同埋咧系利夫人咧系致我哋嘅感谢。好啦，喺我身后咧就系林大辉钟楼，林大辉先生咧系恒大嘅一个老朋友啊，对大学咧好多嘅帮助。个钟楼嘅设计都特别嘅，我哋嘅校董谭天放先生咧，纯粹用钢筋同埋系玻璃去做一个钟楼，都系一个好特别嘅设计嚟嘅。大家睇到咧，后边咧就是一个地盘嚟嘅，咁咧就系我哋西径兴建紧一座新嘅创意人文馆，希望咧系出年咧接近年底之前咧一定会起好晒噶啦啊！好啦，我而家身后边咧呢个就系恒大嘅，我哋叫小恒河。咁其实咧，佢有一条引水道嚟嘅。大老山上边好多嘅收集到嘅雨水咧，其实主要都系集中呢一个引水道咧，系排出城门河嘅。我哋需要好多地方咧，咁所以同政府申请咗咧，喺起一条桥咧，系延伸过嚟呢一边啊。咁隔篱咧就系我哋嘅李兆基综合大楼。科學家講咧，呢種嘅動物咧叫做裸猿咧，係香港先獨有嘅，亦都係大老山附近嘅水道先有嘅。咁大家可以上網咧，係抄下啲資料，我覺得係好有趣嘅。